爱的朋友们，我是省人大代表卢琳，我是省人大代表彭军，省人大代表梁球玉，我是省人大代表林露露，省人大代表肖慧忠，省人大代表梁明星，省人大代表刘健，我是省人大代表张远天，我是省人大代表吴继雄，我是省人大代表庄安生。在新生交铁来临之际，我祝东南网的网友们，祝东南网的网友们，祝东南网网友们兔年快乐，新春大吉，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，健康平安，新春吉祥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平安幸福，祝所有的学生们新春愉快，学业进步，兔年大吉大利，迎春纳福，顺风得意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，身体健康，兔年吉祥，祝大家身体安康，万事如意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这个万事如意，祝全省的孩子们、学生朋友们开开心心，学业有成，家长们事业有成，老师们幸福如意，所有关心教育事业的亲友们，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大吉，万事胜意。